文自立。今天天气超好，我就想说趁现在出去买个东西。这礼拜六呢是Vico 哥哥的生日会，顺便带大家来看看法国的街景。那我们走咯。这个鞋子，鞋子换上。手机、钥匙、钱包。这支影片是在我一个月前就拍好了，当时家里附近的花都开了，因为我不是住在市区，所以路上有很多的绿色植物。如果再往市区一点，花草树木就会少一点。我觉得法国乡村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经过每一个城镇的边界，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。房子建造也都会长得不一样，每一个城镇都有每一个城镇不一样的样子跟特色，所以在跨边界的时候都很有感。在这里对行人、脚踏车还有电动滑板车都还蛮友善的，只要人踏上斑马线，车子通常都会停下来让你走。像是骑脚踏车在路上啊，车子经过都会开远一点。这真的让我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。我们到家乐福啦！通常到家乐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拿着这台机器，然后像这样子自己扫需要的商品。因为在家乐福里面是不可以拍影片，所以我就用手机简略的拍一下买东西的流程。好啦，所有东西都买好了，那就是可以开始做蛋糕咯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塞巴基。